10月31日，吴奇隆迎来51岁生日。晚间的时候，身为寿星的吴奇隆上线晒出一张老婆视角庆生照，虽然并没有附任何文字，但特意附上一个笑脸表情的他，尽显满满好心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吴奇隆的生日蛋糕上还写着“不爸生日快乐”的祝福语。从称呼来看，这个蛋糕应该是老婆刘诗诗为他定制的了。一起庆生的一家人幸福又甜蜜。吴奇隆与刘诗诗相识于《步步惊心》这部影视作品，也因此结缘，踏入婚姻的殿堂。最近有八卦媒体拍摄到吴奇隆和刘诗诗的画面，吴奇隆一身蓝色 T 恤，看上去十分青春，而刘诗诗则是穿着宽松大码的运动装，完全看不出腰身。而且刘诗诗走路的时候，吴奇隆全程搀扶。有网友猜测刘诗诗是不是怀二胎了呢？值得注意的就是，这一次两个人出来还是带着宝宝的。在逛街结束后，两人推着婴儿车往回走，小宝宝很乖巧地在婴儿车里。